不闻即将看盘上是至尊宝安住之定论莲花座皆有广大恩德随舍受其今之于身可以成就诸佛正法身前身直至菩提我皈依我今不是等功德为利众生速成佛诸佛正法身前身直至菩提我皈依我今不是等功德为利众生速成佛诸佛正法身现身直至菩提我皈依我今不是等功德为利众生速成佛若有力战供养佛请佛主持转法轮随喜忏悔诸善根回向众生及佛等萨阇不拘舍夏眉冬者罗罗啷耶涅顶坚巴德桑依央德摩地婆哇伊诸葛南达央拉鸠巴尔雄赞古鲁热那曼德拉波扎美格萨摩扎萨巴热那萨玛依阿呜僧伽南金梵巴达罗伊揭扎揭达瓦尔揭竹那摩他巴依鸠吉古罗果德尊。是我们持戒要戒佛掌那地身上机根基摩尼。永生持不我生等赞彼赞彼达摩那摩苏瓦帝。大家身心放松，呼吸自然，为利一切如母有情众生成就上正的正觉的菩提摩诃位，请大家发起无上殊胜的菩提心。好，我们这一次继续讲这个心经。那么之前呢，已经介绍过了色、受、想、行以上的这个四蕴。因为要提到这个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然后受想行识亦复如是，所以后面的话呢，其实也是要跟重复，就是受即是空，空即是受，受不异空，空不异受这样子。好，那么所以因此呢，既然要空，我们首先要知道在佛教当中，世运是怎么样理解跟定义的。麻烦平听下一页。在所谓的世运呢，了别就是能够分别了知一切法各自的本体，这个称之为世运。那么它的分类呢，在这点上呢，分类是稍微有一点点不同的观点。基本上我们都知道有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意识。眼、耳、鼻、舌、身、意，这样子的六识。也就是说，它依靠一些外在的因缘，比方说眼根，或者说这个外境，有一个杯子，或者是有一个瓶子，然后呢，能够升起认知色法，可以知道了知这个瓶子或者是杯子的这样子一个眼识。除此之外，当然包括耳识、鼻识、身识，都是这样子，来了解各自不共的这个各自的这个本体。但是呢，对于这点上面来说，有一位叫龙布论师的，他认为呢，只有一个意识。我们都知道，佛教承认的是
只有一个心、哦、只有一个心的问题，这个是承认的。但是呢，就好像为什么他会这么理解，就是他把意识跟心、哦、认为是一件事情、哦、就是其实我们是只有一个心的，那只是呢好像是一个六边形的一个圆柱体，或者是八边形的一个圆柱体，然后它会从各个面向不一样折射出不一样的这个面向、哦、这个是他的观点。那么有部跟经部呢，一般是承认六识的，就刚刚前面讲的眼耳鼻舌身意，包括我们在等一下新后面后半段心经被提到的，也基本上是提到这个六识而已，五眼耳鼻舌身意、哦、色声香味触法、哦、然后再加上五眼界乃至五意识界、哦、这些他也只会提到六识觉而已。而唯识中呢，大多数是承认八识的、也就是说在这个前面有部跟经部所承认的这个六识之上，再加上一个两无意梵文、也称之为那个摩那耶识、再加上一个阿赖耶识、一般是承认所谓的八识的。那么在此之上、还有一个叫杨达旦杨旦达的论师、他认为呢在这个之上还要加上一个叫无垢识的，所以他承认是九识。从唯识中的观点角度来说，他认为一识的观点不合理，因为我们的意识包括我们的根识，就是所谓的根、就是眼根耳根鼻根舌根、眼耳鼻舌身这五根、这个都有它各自不同的对象，就好像你眼睛可以看到色法，但是耳朵是看不到色法的，耳朵可以听得到声音，但是你的鼻子是听不到声音的，也就是说他们有各自不同的对境，不同的音，还有它各自不一样的形象、在我们一般来说眼睛看到的形象就是形跟色，而耳朵的耳识它所能够接收到的形象就是音频嘛，对，这个声音的部分，然后鼻识能够接收到的形象就是这个味嗅觉等等，所以不能把它全部归纳成一识、这个是他的观点。那么九识呢，他们认为也是不合理的，九识因为他所谓的第九识的这个无垢识、实际上他指的就是如来藏，但是我们都知道如来藏就是佛性的部分，它是属于无漏式的、无漏式就是说凡夫的这个眼耳鼻舌身意，像包括这个阿赖耶识摩那耶识，它是属于有漏式的。有漏式的话呢，就是这个是我们叫在众生、凡夫的境界应该是只有有漏式，如果在凡夫的时候你就已经具备了无漏式，那么就等于说你在凡夫的时候就应该是一个圣者，无漏的境界就是不会有变化，它不会有无常性的，不会有这个，就像一个宝瓶装满了水之后它上面没有漏洞是不会滴的，所以它不是无常性的。所以这样子的话就好像就会承认变成什么呢，就众生不用修行了，众生就已经是有无漏识的，那他们就应该有无漏的神通，那就应该有无漏的境界，众生就应该要变成圣者等等。当然这个上面其实是有一点争议的，就是到底凡夫的时候有没有这个无漏识，那么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后面也会提到了佛经这个心经里面讲到了所谓的功德、不增不减这个问题。那么如果说凡夫的时候是没有的，后面才在圣者的境界才得到才有的，那么实际上就会变成有增有减、所以这个问题也是有一点辩论、但不管怎么样呢，基本上就是唯识中他并不承认在凡夫的境界里面是有这个无漏识，也就是这个第八识、第九识的这种无垢识、他不承认。所以呢一般来说六识句和八识句的说法是比较合理的、所以释义来细分的话就是这样。那么小圣一般来说经部跟有部只承认六识、所以所谓的阿赖耶识、在大圆满心性修习论当中，就是我们过光尊者龙七八大师他所讲的一样，他不像其他的根识，就是比方说眼识有我们刚刚讲的自己的色法，鼻识有自己香味的形象，而阿赖耶识呢它是一种怎么样，就是它的形象是不明的，
就他没有办法用语言或者是想象说他特定的形象是什么，没有哦。但是呢，他有一个自己不间断执着的这样子的一种特性，或者说他的这个特色，在聚舍论当中的观点基本上和大圆满心性修行论是一样的。但只是说，在于不间断执着这个上面呢，是稍微有一点区别的。所以，总而言之，所谓的阿赖耶识，它是一种被蕴藉处啊。什么叫蕴藉处？这个到心经后面我们也会稍微再提一下这个佛学的名相。它被蕴藉处完全熏染的种子基础啊，唯名唯知，没有任何的片段，它能够保留。或者说收藏容纳所有显现它产生这个触啊，镜像啊，或者声啊，这一切的种子的角度来说，我们把它称之为阿赖耶识嘛。当然它也称之为取识，就是能取所取里面的那个取识啊。所以虽然显现上面来说，我们的身体啊、触啊，我们现在在这个房子啊，或者是这个世界、这个地球，或者是你看到的人、猫、狗、动物，所有的一切显现，但是它就像梦中的景象一样，只是从阿赖耶识显现它的角度啊，所以也称之为异熊的阿赖耶，或者叫异熊的阿赖耶识等等。有一些地方他认为这个心跟意跟这个识啊，实际上它只是。不同名，但是同一个意思哦。那诸如此类，还有一些不一样的观点跟说法。那么所谓的染污意，就是我们讲的莫那耶识是指什么？莫那耶识其实它实际上是一种恒常执着于自我哦，它的是在阿赖耶识的基础之上产生了我跟我所哦，所以它会有这种我见、我慢、我贪、我名等等是。烦恼是种这个，烦恼所相应的这个心，然后呢，产生了一些后面的这个染污，也基本上，我们这边就不是特别的详细的去介绍了，但是总而言之，就是有这样子一些区分。六识呢，在有部中，我们讲小乘的这个有部当中，经典方比较明显。那么八识呢，在唯识有关的经典当中，以及经部的一些经典当中，也是承认的啊。所以一般来说，在讲中观的时候，我们现在讲的心经般若空慧，它是属于中观的一个法门啊。宗喀巴大师、格鲁派的宗喀巴大师为主的很多论师呢，他们一般是承认六识俱的。而像明马派、我们自宗，以麦朋仁波切啊，也有翻译成米棒仁波切的啊。为主的论师，他们主要是讲八识句。因为阿赖耶识跟我们讲的莫那耶识哦，染污意，它并没有什么不合理的理由。这个是他们之间的差异。那么萨迦班智达，就是萨迦派的这个祖师哦，萨迦五祖当中的应该是四祖吧？他在《量理宝藏论》里面讲的第六意识跟意根哦，在音明当中。只是我们讲音明的部分来讲呢，是相同的，所以在《量理宝藏论》里面呢，也是用俱舍论的校正来做了这样子的一个诠释。以上这些是比较学术的说法啊。那如果我们简单的白话一点来讲的话，意识它实际上是一个总称，就是它包括意跟识，对吧？它是一个总称。那么简单的分，其实就分成三种：第一个叫阿赖耶，第二个就是莫那耶啊，也是我们的我执、我所的这个部分。所以也称之为烦恼识或也染污意，染污意或染污识。第三个就是能思维的意识啊，所以这三种。那么其中阿赖耶识是所有识的基础，而在它的之上才建立了意识跟这个烦恼识。为什么要把烦恼识从意识当中单独划分出来？意识就是我们讲的第六识，因为它导致了数不胜数。烦恼啊，造作了无穷无尽的业，所以呢，我们会把意识单独当中哦独立划分出来，而成为一个单独的意识啊。那么剩下来的就是我们刚刚讲染污意、莫那也是啊，这个有我执、有蕴，然后有蕴产生各种烦恼，所以本来第六识就意跟莫那也，其实从凡夫的角度来说，没有办法觉察或者是细分到这种程度。但是，因为它是一切烦恼的根源，或是染污，它因为有我，
我们刚刚前面讲的无明啊，我执等等，我所的执着，然后产生后面的这些，所以我会把它单独拎出来，称之为染无意，或者叫做妄想意识。然后剩下的是我平常一般的思维的这个意识了。所以所谓的视，从现代医学的角度来说，我们的眼睛包括什么视网膜啊、晶状体的啊，然后什么这个眼球等等的这个物质的结构，在佛经里面，就我们刚刚前面讲，一般通称为根眼根的部分。但是仅仅依靠这些物质结构是看不到东西的。如果可以看得到的话，死人应该也可以看得到哦，就是它的结构还是正常的状态，对吧？但是为什么他不会看到呢？这个，所以在佛教里面认为，它还有一个精神的成分。那么这个精神的成分就是我们讲眼视的。眼根它支配，透过这个精神，然后通过眼根产生了眼视，然后可以看到东西。所以眼根跟眼视哦，眼根跟精神它要互相的作用，然后产生这个眼视。所以从意识的角度来说，也是这个样子的。在我们思维的时候，意识一般是通过自己的本能去思维的。在一般的情况之下呢，它不需要太多物质的帮助跟介入。当然，现在很多科学家也发现，很多人在没有的大脑的情况之下，完全可以思维。这种情况被赋予现在有一个叫脑外记忆这样子的一个新鲜的名词。顾名思义，就是说它到大脑范围之外的记忆。比方说，有些人他可以回忆到前世，有些人的精神可以脱离肉体的状态下，可以看到很多东西等等因为这个你想看到前世，但他这个肉体是精神的呀，所以他这种记忆是脱离大脑以外范围的不是他今生所拥有的。但这个的确是被现在越来越多的科学有证明是有这样子的存在当然，以前很多人都认为精神是大脑活动可能各种内啡肽，或者说各种精神元素，然后神经元链接，然后产生的一种产物。但是后来开始有越来越多的人对这种说法产生了怀疑然后所以最后开始大家不得不相信，原来意识它不归属物质，然后也不是物质的产物这样子，而且它甚至反过来说可以去影响到物质。那么从我们讲就是心经的角度来说。事不异空，空不异事事即是空，空即是事，空即是事然后，所以怎么样空掉呢？就是我们在讲意识的部分。意识当然它也跟物质一样它虽然不能按照东南西北上下左右，我们前面讲过的无方分为尘的这种角度，因为它不具有形状。那么但是呢，它可以像我们前面说的受蕴，的这个方式一样，就是用意识延长的时间段来分解，然后来去区分的。还有一种，就我们前面讲过的因果产生的观局，去抉择意识的这种无生、无住，甚至无灭当然，这个都是一种空性推理逻辑的思维方式我们都知道，笛卡尔这个西方的一个哲学家他是会一句话，很多人都认为是正确的，那就是。我思故我在，意思就是说，我们可以怀疑外在的东西，但却不能怀疑我们自己存不存在，因为我正在进行思维所以对我不需要怀疑，它只是需要这个思考。虽然呢，这句话从宏观的角度来说，好像是没有什么没有什么问题就是说，从凡夫的角度来讲，这句话并没有错我们就是在思维，所以你可以。因为有了思维而证明你有在存在，可是从佛教的角度来看，我是怎么样思的呢？什么叫做思呢？详细去观察，或者是在我们叫微观的精神层面的时候，就会发现精神到底是什么样的东西。第一个感觉就是，精神它可以去思维善、思维恶，甚至就是放空。什么都不想的这种等等无尽的很多这种状态，对吧？而且它还具有很大的力量。比方说，我们在没有修行的时候，我们在没有反观自心去调伏或者说训练我们心的时候，我们的心是被动的，被外在的物质所控制的，所以我们会不由自主的被外面的美食啊，或者说外面的这个手机啊、饰品啊，还是美好的人事物啊，去吸引，我们会不由自主的去服从于外在的事物，而不能去征服
所以藉由修行之后，不管你是修空性的法门，还是修一些所谓的其他宗教，或者说这个印度教等等，就所谓四禅八定，就是类似于冥想禅修的东西，当他到一定的境界之后，就开始慢慢可以掌握自己的心，掌握自己的心的同时，你可以开始慢慢的掌控外境，所以同时呢，有可能会附带一些神通出现。所以我们都知道，其实所有的神通，基本上大部分的神通都是建立在你有禅定、你有定力的这种基础之下才能够引申的。所以不知道你们听过那个公案跟故事没有，就是提婆达多，以前在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呢，他的很多大弟子都有神通，有一些甚至不是证得阿罗汉果的，没有证得这个小乘士女的一些比丘，他们也有一些神通，然后呢唯独就是提婆达多没有。然后他那个时候呢很羡慕嫉妒这个释迦牟尼佛，他在他眼里面他不是佛，就只是他的一个兄长而已，我忘了是堂哥还是表哥，反正就认为只是他一个哥哥而已。所以呢他想要偷师，他想要学这个神通，然后呢他去问了舍利佛，就是智慧第一的这个舍利子尊者。舍利子尊者因为他智慧很高，他一观察就知道，他就是就像现在有一些人，你说一句话他就知道你背后的目的是什么，他知道他的目的性太强，所以呢就没有传他神通，知道他是为了只是为了修神通，也不是为了修解脱。还有包括后来他要去问了目犍连尊者，目犍连尊者因为他也是神通第一嘛，他用神通观察之后，他发现他的这个动机不纯，所以就不愿意给他开神通。现在你看这个目犍连尊者跟舍利子尊者是这么去观察，不是像现在有些人要开神通啊，开天眼啊，然后就随便一个老师啊，不管他要干什么，反正只要你有那个供养也好，有这个名闻力量，他就给他开神通。实际上这个是在佛教当中，这个是很有过患的。然后后来实在是他后来找到了谁呢，找到了这个迦叶尊者。据说在佛经中的记载，就迦叶尊者他是一个老实人，就是他是一个非常非常正直不阿的人，应该这么形容。也就是说呢，他当时并没有做太多的观察，然后呢就非常的老实，他就是人家问什么然后他就回答什么这样子。所以当时提婆达多问他的时候呢，他也就没有特别多的观察，然后就传了怎么样修出神通的方法。当然这个具体我就不讲，但其中有一个必要条件是需要修禅定的。然后这个你们都知道了，提婆达多他如果没有神通的话，实际上他不会犯下这个五无间罪当中的这个令佛出血啊、扣合合身等等之类的。就是因为他后来借由迦叶尊者所传的这种修神通的方式也好，怎么样也好，然后他修出了神通，可是呢这个神通就像把双刃剑，他没有驾驭自己心的能力，但是他有了神通之后，很多时候他就开始想方设法的开始会控制不住这个，然后就有了自己的欲望啊，然后有了嫉妒啊，然后想说这个释迦牟尼佛会魔也会啊，除了他身后那个光环没有以外，我什么都有，所以他开始就自大傲慢，然后开始想要破和合身啊，然后想要去让释迦牟尼佛受伤等等之类的。所以这个都是我要讲的，就是当他控制不了你的心的时候，强行的去开启一些神通，实际上这个是不好的现象。好，这个是题外话。然后如果我们再往深处去观察的话，你就会发现有一种空的感觉。当然这个空不见得是空性，但是会有一种空落落的也好，或者是放空的也好，就是这个会比较类似于什么，就是我们讲的四禅八定，就是这个世间一些仙人啊，或者说一些天人，他们可以修出来这样子一种完全放下空到那种极致的感觉。当然这个是一种过渡的阶段，再往更深处的时候才会发现我们心的本性，这个时候当然就会超越了语言文字各种的这个描述，就没有办法用什么九或五等等之类来讲。所以包括我们在讲的这个信心，虽然大乘佛教都承认这个信心肯定是释迦牟尼佛所讲的法，但是呢其实释迦牟尼佛最后圆寂之前，他也有说过他这个40多年的时间
没有讲过任何一句法，意思就是他所讲出来的并不是他所最终意义要表达的那个意思，那就只能用手指月而已。但这个字，因为真正的这种证悟境界是超越语言跟思维的，所以我们后面还是会有很多在这个部分的一个学习跟讨论啦。好，麻烦 PPT 下一页。那么空性是不是唯一真理呢？如果按照我们刚刚前面讲的那一种空性的话，也不是的。为什么呢？因为首先我们现在的人，或者说作为凡夫来说，我们观念当中的空是要有一个不空的东西存在，然后你才能够建立一个相反的概念的空性，就是你要有了个一你才能够建立零，或者说你要有了零你才能够建立一，就这两个从物质的本性来说，实际上不管我们现在所理解的空或者是不空都不存在的。举例来说，因为这个世界上假设有了一个恐龙这个动物，然后所以呢人们在观念当中会有恐龙的存在或者是不存在的概念。假使这个世界上从来就没有恐龙，那么在所有的观念当中也就不会有恐龙是什么样的形象。虽然我们现在的人是看不到真正的恐龙，但是据现在的考古啊，或者是现在很多科学的这个调查，然后做了很多的模型啊等等，然后我们就会形象中会出现一个好像就是过去有存在这样子的恐龙，现在有很多恐龙世界，很多恐龙乐园，然后会有那样子一个形象出现。但万一这个世界根本就没有的话，那么也就没有什么恐龙存在不存在的争议，或者说没有它的这个问题了。所以在我们的观念当中，当一个原本存在的东西没有了，它就是空了。所以这个是我们凡夫所理解的空。但是实际上呢，这种的空性也是不存在的。如果一个空它必须要关带一个不空的东西，没有空的东西，如果色受想行识从来就不存在的话，你怎么去让它空掉呢？这个前几天有一些人在私底下在问我，就是他们看到了佛教的很多观念，认为提到了无我，说要证悟无我的空性，就是一直在强调这个是无我的无我的无我的。当然我相信他们可能没有太深入的像大家这样学过心经，没有学过般若，所以他可能不能理解真正的无我是什么意思，他只是就字面的理解就是没有我无我。所以他就问了一个问题，就是那既然没有我，那么轮回的是谁在轮回？就是没有我的情况之下，那么轮回的这个体是谁呢？就是所以他们的理解的这个无我，就是那种本来有一个我，现在有一个我就是慧光，然后我没有了，那么既然没有了，那么谁在轮回？所以这个问题就会从某个角度来说啦，就是单纯的只是从字面去理解，没有深入去学习，没有上心经的课，或者说以前没有读过一些关于中观的这个论点。他的这个意思就好像比方说我们在开车的时候，我们必须要遵守交通规则，怎么样超车，怎么样转弯，然后不可以逆向啊，然后扣分啊等等诸如此类吧，对吧？现在每一个国家的这个每一个地区的交通法规不太一样，有的是有扣分，有的没有扣分，不管怎么样不能违章，不能违管这个。但是假设没有出现汽车这种交通工具的时候，那么需不需要这个交通规则呢？根本就不需要啊，对吧？就像现在假设未来可能会出现，但现在假设现在还没有出现嘛，就是现在汽车只能在地上跑，然后现在有很多科学家也好，就是很多概念性的会认为以后可以会有一种可以载人，但是就是在少数人或者一两个人的像车子一样可以在空中飞行，或者说像轨道一样的这样子我不太知道那个怎么称呼什么东西，但是反正想象一下以后未来会出现这样的一个交通工具。但是呢现在还没有这个交通工具，就是你出行不是从六楼然后打开自己的窗户或阳台，然后就坐了一台自己私人小飞机，然后就可以在买个各个城市这样的飞，然后就可以避免交通拥堵这个状况。但现在都没有这样的交通工具的情况之下，我们根本就不会有这样的交通规则，对吧？我相信到时候真的有的时候，如果大家普及化之后，肯定还是要制定一个规则的，要不然的话在上面也是会互相碰撞的。所以同样的，因为我们的意识错了，
我们的错觉当中由错误的意识建立的东西还是需要有的，要不然在这个世间名言上面你是没有办法去沟通的、哦、没有办法去讨论的，没有办法去思维的，所以呢就会有了空有不空，有左有右，有阴有阳、哦、空不空，解脱轮回，污染染污清净等一大堆东西、哦、二元对立的所有黑白分明的一切，这个两类事物，但这个都是我们的执着、哦、也就是像刚才我讲的那个人提的问题，轮回到底谁在轮回，就是轮回的个体是谁，既然无我的话，所以其实这个问题他自己已经找到答案了、啊、所以在圣者的境界当中，在菩萨跟佛的境界里面没有轮回，因为无我就都没有我了，那是哪有轮回，对吧？所以在为什么有一些佛经里面为什么会讲到其实轮涅无二，就是轮回跟涅槃是无二无别的，根本就没有轮回跟涅槃这回事情。当然从我们现在的角度来讲，或者说凡夫的角度来说，是比较难或是很难去理解这样子的一种概念的、哦、所以我们现在在讲信心的时候，其实呢佛经或者说佛陀讲经说法很有意思，它是要不断的建立、先破除众生，在初转法轮的时候他先破除了众生对于这个轮回是美好的呀，这个轮回是恒常的呀，然后非常享受跟研究于这样的轮回，所以呢佛先破除了这个观念，就是苦空无我，他先讲了四谛法轮，说这个轮回其实是很痛苦的，不管你怎么样的轮回都是一样在痛苦当中的，而且呢是非常的无常的，你所谓的快乐它也不会一直持续下去，痛苦一样也不会去持续下去，一切都是无常的，这个在金刚朝或者说在实修的角度来说，这个就是第一个阶段修四转心法，或者说四种厌世心的这个部分。然后呢到了二转法轮呢，它又开始破掉什么，就是破到一转法轮所讲的势力，所以我们前面也稍微提到了，在等一下后面信心会提到无苦集灭道，无智亦无得，就是我初转法轮里面讲的这个苦集灭道也不对的、哦、也是没有的等等之类的，然后在三转法轮的时候才会再继续讲、哦、这个有跟没有也是、哦、这个也是一种概念性的东西、啊、所以我们从圣义的角度、哦、所谓的圣义就是真理实相的这个角度，如果去对五蕴，我们前面讲过的色受想行识五蕴去进行剖析去分析的话，我们可以呢断除了对他实有的执着，就会什么叫我，在小乘里面所谓的人我执，就是你把色受想行识这个五蕴通通凑合在一起聚合在一起的这个，你把它认为是一个独立存在的个体，这个就是人我。那么比方说我现在拿的手上拿了这个杯子，对吧？然后我把这个杯子的柄跟杯子的上面、哦、杯子的下面那个底，然后全部这个聚合的部分，我把它执着为一个独立存在的一个杯子，一个个体。那么这个就是法我，就是我认为它是一个独立存在，一个真实有的这样的一个杯子的时候，它就是法我执。所以小乘他一般来说的话呢，主要是破除人我执，但关于人我执，这不是属于法我执这个部分，这个明马派跟各种派也是有分的。但好，这个不管。总而言之，如果我们借由第二这个空性的这个法门去剖析，剖析到最后，就有可能证悟人无我的空性、哦、当然，如果更深一步的话，就剖析到外在的，包括所有的一切我们所执着的，连最维系的单位都不存在的时候，就可能证悟这个法我。但是，如果你这个时候还认为有一个空性，你所证悟的这个空是真实存在的话，那么这个菩萨或者说这样子的圣者呢，他还是在行持有缘的形象，他并没有对释迦牟尼佛在六转法轮当中所谓的无相无我无缘的空性没有真正的去领悟或是证悟，没有通达他的真理。所以如果我们去把这个杯子然后剖析剖析剖析到最后变成一个最极致的围城，然后你最后你连这个最极致的围城你都认为它是不存在的，是空掉的时候，这
这个，如果你就把它认为这个就是究竟的空性的时候，实际上就在我这边所要表达的空性也不存在的概念来讲的话，实际上它并没有证悟真正二转法门所谓的这个部分，因为他现在就认为空这种什么都没有的空是存在的，所以很多时候可能大家在网络上或者是听一些法师会开示在《金刚经》也好，或者说一些般若的经哦。包括《楞严经》等等，通过观察之后，他们会得出一个叫什么，就是一切万法皆不存在的道理。这个时候呢，当然自己也很高兴啊，然后认为自己开悟了呀，然后可能还问大家懂没有懂啊，然后这个师徒啊，这个上师也很开心啊，然后弟子觉得，哎呀，对，这个就是空性啊，就一切都空掉了，万法都没有的，不存在的。实际上，这个只是一种单空，就是连这种空，其实它也是不存在的，就。这种大家所理解的当空，其实也是不存在的。所以，我们尼玛派这个麦朋仁波切他曾经说过，作为一个凡夫，像柱子啊、我啊等等不存在的这种当空，你是可以安住的。可是呢，如果你要从胜义地的角度来真正远离四边八系啊，什么叫四边八系？我后面也会再讲。这种呢，就不是佛陀，就没有。真正证悟到这个意思啊，所以从比较白话的角度来说，其实这种不存在的概念，释迦牟尼佛不需要花费这么长的时间去解释空性的，因为这种空性就很简单，就说哦，没有了，这个空掉了，瓶子就不在了，没有瓶子了，或者是杯子不在了，就没有杯子了。这个其实不难理解，但是这个。就不需要花释迦牟尼佛这么长的时间在解释所谓叫空性的法门，所以我们知道龙树菩萨哦，就是中观的这个论师哈，他也说过，大乘说空法，为离诸见故，若复见有空，诸佛所不化。他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说，大乘当然是指佛啦哈。如果真正的空性单纯就是单空，是不合理的。为离诸见故，为了离开所有的这种见解，若复见有空，你离开见解之后，你看到有一个空性存在的话，是诸佛所没有办法调化的，因为他是大慈大悲、大智大力的佛陀，他所宣讲万法皆空的道理，实际上就是为了摧毁世间人我们本来存在的三观，我们认为这个就是存在的，然后一切的这种世间的见解。可是如果恢复了这个之后呢，你反而有了另外一种极端的见解，就是认为，哦，这个都不存在了，有一种单空的存在的话，龙树菩萨提过，这个的时候就连谁都没有办法消化了，而且佛陀还说，就这种见解是非常可怕的，他宁愿你们产生，宁愿众生产生其他的执着，也千万不要去对这种单空产生执着，因为。你破除其他的世间的法，你还可以用这种空性去破除，但是它到单空的时候，就很难再去破除了。如果你建立了一种根深蒂固、认为一切都不存在这样子的一种单空的观念的情况之下的话，好，然后麻烦 PPT 下一页。所以呢，在我们在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的时候，麻烦 PPT 下一页。然后，实际上，如果用现代化理解，或者从现代科学的量子力学角度来说，我可以换一个词汇叫什么呢？运动不易静止，静止不易运动。什么意思啊？就是我们都知道，在微观的角度来说，它不断在动的。但是如果它动到一个极致的状态之下，你看起来它就是一个静止的东西。比方说呢，什么呢？我们拿那个。在西藏比较喜欢用这个比喻了哈，我不知道这个恰不恰，但西藏喜欢用这个比喻，就是比方说拿一个绳子啊，然后前面点了一个火，然后我们把这个绳子甩起来，对吧？然后它急速运动的情况之下呢，实际上它是一根一个火而已，可是急速运动的情况之下，你们它就好像是一个静止的火圈，就看到的时候我们会以为它是一个。好像马戏团啊，在这个训练老虎、狮子的时候，一个火圈，然后给它弄的火，但实际上不是，它只是用一根绳子的一个火团，只是在它急速运动的情况之下，看到了像静止一样。同样的，
反过来说，禁止不宜运动，就还是一样。拿我这个杯子里面的水来说，我虽然杯子虽然放着，然后这个水好像是静止的，从宏观的角度来看，它好像是静止。但是呢，当我用非常高倍速的显微镜去观察这个水的时候，你就会发现里面的水分子或者说里面的很多微生物其实是在不断的运动的，只是因为它运动的频率太高，高到超过我们的肉眼可观察的程度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它是一种静止的。对，所以这个地方我所要表达的就是，它并不是离开了色之后有一个空，也不是说离开了空之后有一个色。就像我们刚刚前面讲的，单空就是什么？单空就是它这个色观察到最后之后，发现这个色没有了之后变成一个空，也就是离开了这个色之后有一个空出现。哦，这个不是《心经》里面要表达，所以它色不异空。不异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色是离不开空的，色就是空。哦，不异就是，如果这个话就叫色就是空了，然后空就是色，所以它实际上是同时并存的，色空是同时并存，同时存在的。好，然后麻烦下一个下一页 PPT 下一页，再换另外一种比较形象的比喻给大家理解，就比方说我们一个人，你在照镜子的时候，镜子，对。那个我们人在照镜子的时候呢，我们看到一个镜子，然后我们不会对镜子里面的你产生执着，因为你看到的那个形象，实际上你知道它不是一个真正的人。哦，然后所以从某个角度来说，它当然没有到那个就是法我证悟法我执断除法我执的部分，没有，但是这个时候你不会产生人我执，你对这个镜子里面的人，你不会产生说有一个另外一个人存在，然后他跟你说话呀、骂你啊，或者是扮鬼脸啊、干嘛，你不会升起什么情绪的波动，对吧？因为你对他没有产生一个五蕴聚合的一个人的这种形象，所以你没有对镜子里面的人会产生人我执，不会。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呢，这个就是色即是空，也就是你看到的时候，你知道他就是一个形象而已，就是你没有什么执着。你知道它就是这个色出现的时候，你知道它就是空的。我要讲的这个空，不是说你用意识里面看到一个色法，然后你再把它空掉，不是。就是我们现在你看到一个人骂你的时候，然后你可以去啊，它是空性的，它只是我的投影等等之类的。我们会有一个后面造作，或者说自己去自我 PUE 好，还是什么自我洗脑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可是你看到镜子的时候完全就不用，你自然而然的就没有执着，你不会产生任何的那个。然后我要讲的就是这个才是真正的色即是空，在你看到色的当下就空了，它不是后面造作再去把它空掉的。而另外那个我画的是一个我弄的一个图是猫啦，不管是猫也好，你们家的狗也好，还是什么老鼠也好，它看到的色就不是空。也就是说当然现在有一些很像人的猫，很像宠物的很像人的宠物，就是很有灵性的，这个可能是意外。但大部分正常情况之下的这个猫啊狗，它看到镜子面的时候，它会对镜子面的这个另外一个独立另外一个影像，另外一只猫，另外一只狗，它会觉得那是一个独立存在的个体，然后它会对它挠爪子啊，或者是对它吼叫啊，然后会觉得那个人是不是在那只猫或者那只狗是不是在那个。他会就是不断的跟他沟通啊，然后想要怎么样怎么样，对吧？所以我要讲的就是，这个就是色不是空的状态，就是他看到那个色法的时候，他直接就执着那个是一个独立存在的五蕴聚合的一个个体，然后呢，就会开始跟他产生互动，不管是叫也好，然后吼也好，然后还是各种的挠也好、抓也好等等诸如此类的，这个。我们当然是用一个镜子来比喻哦，但实际上我们现在看到的所有东西，从我们的人现代人的角度来说，其实就跟这个猫狗看到镜子面影像，然后产生各种情绪反应，产生各种的色不是空的状态是一模一样。就是我们看到那个刹那，我们就把它执着是一个我们心事以外的
一个跟我们格格不入的，所以有自他的分别的一个人事物，然后你就会跟他产生各种的执着，然后有一个情绪，然后有不断的互动，然后因此人家对你笑一下你就开心，人家对你这个瞥一眼就可能觉得难过啊，诸如此类的。所以这个就是色不是空的这种状态。当然，我们现在透过修行的话，我们会慢慢的有意识的去后面，我讲这个叫后加这些意识，然后去结合的，然后让自己尽量的放下这种执着。但是这个只是在修行的道上还没有真正的证悟所谓的色不是空。你们应该可以从我刚才讲解释，应该可以分得出这两者的这个差别。好，然后麻烦 PPT 再下一页。那么可能有的人还会想就是色即是用空间的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这四句话。有的人会想，就四句话其实差不多意思的，为什么要啰里吧嗦的，然后啰啰嗦嗦的，为什么要讲四句讲四遍呢？其实这句话分别还有一些特殊的必要，就是他讲佛陀讲色即是空的时候，实际上是为了让我们断除常见。就我刚刚前面讲的，你色即是空字面的意思会比较让你容易破除其实我现在看到的色吧，它其实是空性的，所以它不是永恒的，它是无常性的，它不会一直陪伴我的。这个人就是对，所以他要断除我们认为这个色法，色法当然包括人事物，不是那种恒常存在的。所以我们认为物质是实质存在，是常住不灭的，这个就是一种常见。而为了要断除这个常见，所以我们要证悟空性，在这点上呢，先讲色即是空，它的目的是这个。然后为什么后面又讲一个空即是色呢？是为了让我们断除、消灭这个断见。所以很多现在包括一些非宗教的人士或者说一个开玩笑是吧，很常在讲色即是空。但是那当然他们这个色上面是画了带引号的那个，但是我要讲的就是很少人在提到空即是色。其实很多时候被断空的人，就是已经堕入比较偏向单空的那个部分的人，其实要常常提醒自己的就是空即是色。断见是什么？就是当他认为一切都不存在的杯子也不存在，这个人也不存在，什么都不存在。我刚刚讲的包括因果啊、山河大地啊、宇宙等等啊，一切都空掉，什么都没有，这种不建立不承认的现象，它只是片面这个就是断见。如果说一切都不存在的话，那我们作为看到这个现象有什么解释呢所以这个观点呢也是有偏颇的。所以我们现在理解的这个概念当然是一个大体的笼统性的但是不管怎么样呢，你要跟现实相结合。佛教它并不是一个超越，就光超越现实一直在讲一个虚无缥缈的东西的，它也是非常接地气的一个宗教的所以为了断除我们这种断见认为一切都是不存在的这种，所以要讲空其实就是色。而最后的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这两句话是为了消除空性跟现象的分别。就我刚刚前面解释的，其实它是色空并存，就是同时在色的当下就是空，不是空掉之后才色，也不是色掉之后才空，是当下。所以呢你有一个空性跟显现是有分割的，是割裂的这样的分别的情况之下呢，为了破除这一种观念，所以释迦牟尼佛才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我们世间人常常去执着这种色法，所以你认为某种颜色很好看，或者是某个你喜欢的这个手机现在功能很好等等之类的。但是你要知道，实际上每一个产品每一个东西一开始都会认为很好的，甚至非常的想要拥有，会有这种贪欲执着。但过一段时间，其实你们会发现家里面买了很多东西，应该有四分之一或者是三分之一基本上就买了之后就再也没用过了，不管是衣服啊、包包啊、鞋子啊，甚至是只穿了一次两次之后就扔在那边了。就是你已经过了那个新鲜期之后，其实你就没有觉得它那么好看不一会儿你也没有觉得那么好看。包括我们常常说的什么，就是吃饭如果你吃第一次吃这家餐厅，你可能会觉得哎呀这个特别好吃下次还要再来。但是你每一周都去一次之后，你慢慢就觉得好像他的菜也是这样子一般般的，也没有那么惊艳的。所以就会我们会知道，其实如果他真的在
是恒常存在的话，它应该是永远都要保持那样子的一种好，或是那样子一种感受，那样子一种美好。可是所有的东西，从我们小时候玩的玩具，小时候可能被别人抢了玩具，你就会觉得特别的伤心难过啊。但是现在你抢了之后，你就觉得很无聊、很可笑，甚至会觉得这个没有什么。所以设法，借由我们去了解，或者说之前几堂课之前讲过的这个纵观五大因这样子的分析之后，慢慢的会断除我们对设法的执着啊。那当然，快乐、痛苦、这个受孕的执着也会不成立的，然后想孕、行孕、失孕的执着，慢慢都会消除掉。但这种消除不只是在口头上面，或者说我们刚刚前面讲的理性思维，这你去想的时候知道而已。它需要升起一种见解，就是说，当你一般来说，假设举例失恋的时候或者说感情遇到问题的时候，这种痛苦是比较强烈的。那么很多时候我们遇到这种人，跟他讲很多道理，实际上他是听不进去的，因为他会沉浸在自我的一种痛苦的执着当中。但是如果你是一个有修行、有学佛、有被中观或者有了解的人，在这个时候呢，实际上可以去进行对峙的。这个对峙除了我们刚刚前面这几天前面几堂课所讲过的这些中观的逻辑思维以外，需要配合禅修，需要配合冥想。也就是说，如果光是一直在想这样子的道理，作用很小。可是如果你去想这些道理之后，然后你可以跟你的禅修跟冥想相结合的话，你的内心才会产生触动跟改变。这个是我们介绍过很多人，包括我自己个人在内，可能大家也知道 我的这个以前的公案不是公案，我以前小时候 很追星嘛，那个时候刚认识上师的时候，然后在我的那个慧生悟道里面有提过，那个时候每一次要离开上师的时候都会非常的痛苦和难过。那个时候其实上师我现在回想起来，他就没有教太多的大道理，不会教很多的这种，因为他知道就是人跟他现在情绪里面的时候，这个时候是作用比较小的。但他那个时候教我更多的就是冥想跟打坐，因为藉由冥想跟打坐呢，你就开始会你的那个执着会松动，然后呢慢慢的就会不那么的痛苦。就我们都知道痛苦的原因不是取决于事物，而是取决于执着，所以当你的执着开始松动，你的痛苦就会开始松动，然后当然当你的执着放下的时候，痛苦才会跟着放下来。所以我们在学中观或者是般若的时候，我们对所有形形色色的万法，我们都知道它是虚幻的、空性的，这个是后得位，或者说就是我们不打坐初定或者是下坐的时候的一个了解。这个对初学者来说，或者是对我们大部分的这种循序渐进、按部就班的修行人来说，这样的修法是不可或缺的。所以在藏传佛教的格鲁派中观大师关于这个部分的观点我们后面会来讲，但是他主要在有很大的部分的论点当中，他抉择单空，他更加强调单空的目的也是在这边的，就是在强调这个部分。因为他这个作为一个对峙我们世间的执着来讲，它还是有很大的效果的。所以包括很多法师在讲《金刚经》的时候啊，讲到这个一切都不存在的时候，你突然间会有一种坦然释放然后会很高兴的这个感受，弟子也会这样子认为。当然我们要强调就是不要把这个当成是真正的正悟空性，但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受？因为你当以前你认为是万法师真实是有存在的，然后你开始因此而产生各种各样的烦恼跟痛苦，然后当你现在开始觉得这种执着或者是这个实有存在其实是一种假象，是一种妄想的时候，你真的会有那种身心清安的感觉出现的。当然这个也是一个过渡，然后后面需要更加的去深入一层的去学习。好，我们上半节的课先到这边休息一下然后我们等一下11:05再接着我们下半堂的课。我们班长少多少年我们班长要半个小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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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
当地学堂就给全当做，当地的话就当地的政府，他各建筑就给全当地，就把看见的当地就把它。当地学堂就给全当了，像这种的当地的房产，他各建筑就给全当地，就把它看见房地产就把它。当地学堂就给全当了，像这种的当地的，他各建筑就给全当地，就把它看见房地产就把它。像这种的当地的去发展，就是一两栋两层了。你话平时他不去上班，他们他给上个学，我上学，估计是上班都上着了，房间里的人嘛，在上地上都没得过来，就可能到现在就开始说上个人了，在那个咱们家上班在上班了，那什么样子啊？都啊，随便那意思嘛，当都一时在去了。你用什么的话，一直就可能过都是说说我们这样，你包装嘛，在正常里跟节目里面，这是我们真的在，张一来嘛，咱们来说话对。为令一切有情众生成就无上正等正觉菩提佛果位，请大家发起无上殊胜的菩提心。好，麻烦 PPT 下一页。我们刚才前面讲哦，虽然真正通达大般若空慧对凡夫来讲是有一定的困难，但是作为修行人来说，我们去听闻修行，这样子的般若空慧对我们整个生活跟世间的种种的散乱烦恼是会减少的。因为我们修行所证得、所获得的这种安乐，是很难从外境当中去满足的。很多人在外境上面追求哦，认为这个吃得好啊，然后穿得好啊，玩得好啊，然后有的人认为游山玩水啊，等等是快乐的。但是，就像以前密日拉尊者说过，他说没有证得佛果，没有证得圣果之前哦，所希求的快乐，最后都变成痛苦。前阵子我不是去西藏，朝圣嘛，哈，其实有一半的行程我是在回顾我自己过去的人生吧，从小16岁的时候到20-30岁中间嘛，在西藏待了一段时间，那么因为很多地方很多年没有回去了，所以我全部等于是全部都走了一趟。那么可能有些人也知道，在色达有一个很有名的高僧大德，在可能是96还是九几年的时候圆寂了，叫贝玛，在曲霞尊者，曲阳恰大尊者吧，好像是中文这么翻译的。他的那个地方，我以前去过，这次又回去了一次。当然现在外面的建筑变得很漂亮，就是这个就是我们世间人的追求，也不能说世间人的追求啊，就世间人认为的美好是怎么样子。但是他的原来的那个房子是有保留下来的，他那个原来的房子非常的小，比我现在自己住的这个还要小，大概就是一个，2米乘以3米还是2米乘以2米的一个空间，就4平方米5平方米而已，就没有办法躺下来的那种，对，然后他是不倒单的，就是一生当中几乎都是不倒单，就是这样子打坐，然后累了就这样靠一下，就这样休息啊，然后。那个房子是他的所有的家，也就是说，他基本上，早上大概西藏天亮比较晚，8、9点的时候天亮嘛，然后他自己修吧。他天亮的时候，他有一个那个，他连窗户都没有，就是一个木头的房子嘛，然后挖的一个洞，一片挖空，然后他是用帘子拉上。牦牛做的那种棉质布，那个很厚的那种，然后它就会拉开，然后太阳出来的时候它拉开，然后那个时候就见客，见一些人，然后它除此之外，它基本上其他的时间，每天要讲课，他们旁边有一个很破旧的一个经堂，那个经堂很神奇，就是他每天讲课的那个地方，每天住的那个地方，后面现在长出了一棵树，长出了一个。在那个地方不应该存在的树，具体什么品种不知道，反正就是当地没有的一种品种。然后他这辈子天天不间断讲课，就唯有到他最后圆寂前2、3天，因为他那个时候身体不适，就是病痛等等，他本来还是要坚持说的，然后他的弟子们就让他休息，后来就希望他不要讲课，然后所以后来2、3天嘛，然后之后就圆寂，所以。在他们的那种圣者的境界状态里面，他真的是一直停留在那种空性的状态，所以他对世间的一切完全就不在乎，就不会有在大肆的盖佛像啊、佛这个庙宇啊、殿堂啊等等，这些都没有。然后他一般讲完课，晚上太阳下山几点钟，7、8点、8、9点下山之后，他就把那个
帘子拉上了，然后他也不点灯，那个时候他房子也没有灯，也没有干嘛，他也没有经书，就是所有的经书要讲信的时候都是借旁边的人啊，就是他一个侄子，现在是里面的主要的管理员哦，也是他后来把这个地方恢复，然后就今天上什么拿过来，然后开始讲，所以他那种讲课哦，不像这种反复数字，像我每个礼拜要给大家上这个行进，我就要很长的时间去备课啊，然后做 PPT 啊，干嘛？我们这种就是照做的，从意识分别念到照做的，给大家勉强的讲一点课。人家那种圣者的讲课，就是完全不用准备，完全就是信手拈来，就是那种把性当中自然流露的。因为他一直在处在这种境界跟状态里面，这个是我们一般形容他叫近代的涅日巴尊者哦，就涅日巴尊者以前是这个，但近代当中很少有这样子的一个修行人。被如果我们认为色声香味触等等的话，在世俗跟名言当中，它真的都存在，完好无损的存在，这个也不对。但是同样的，反过来说，你认为一切都不存在，然后偏执的认为这样子的空性也不对哦，所以有些人在现在有一些人啊，自己看了一些佛经啊，然后觉得对单空有点理解啊，然后认为自己进入了一种可以证悟者的行列啊，然后自己甚至还会写一些什么证悟的道歌，可是写出来的其实上全部都是单空的，对吧？哦，跟证悟没关系，基本上就是全盘否认的那种单空的歌。当然了，这个单空并不是永远都不可以学，我们后面也会提到的。这个作为一个阶梯啊，或者说一个次第哦，它也是有它的目的或者说它的好处的，但是呢，不能把它当成一种究竟的实相。好，然后后面呢，我们星期后面按照我现在用的这个版本哦，它是藏汉直接翻译的版本，舍利子以示诸法性空无相哦，不生不灭，无垢亦无，离垢无增无减。在玄奘法师的翻译版本当中，就是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哦。那么这个部分，实际上呢，它也称之为我这边提到的八种甚深道哦。这一段的藏汉的翻译版本差不多啦。有的人会觉得哪有八种啊？就是什么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不就是六种嘛？哦，它实际上加上前面两个，就是空，性空。无相哦，就是所以空跟相空这两个其实算要算到两个的，然后再加到后面六个，所以这个叫做八种甚深道。然后当然本性是空的啦，然后性的本质也好，它的特色它是没有办法定义的，这个定位就像我们刚刚讲的，它也是空的，空性本身它也不存在。所以他其实讲空跟相空，这个相空我是觉得翻译上可能稍微不是那么准确。性空无相，它这个无相呢，并不是我们讲那个颜色啊、形状啊、相貌的那个相哦，就是它没有我们就像我们刚刚讲的那个八识识的部分，它就像是阿赖耶识的那个部分讲的，它并没有它各自的形象。眼识的形象就是形状跟颜色嘛，然后耳识的对镜的形象就是这个声音，然后在空性的这个部分，它这连这种形象也好，这种定义也是没有的。那不生不灭呢？为什么诸法是不生？这个前面讲过很多次，如果诸法要生，那么肯定要因跟缘，然后有因缘有因果关系才能够产生。虽然我们在不观察或者说宏观的情况之下，包括初转法轮的情况之下，都承认是有因果关系的。但是我们前面按照中观的这个五大因去推理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其实因果在微观的角度来说，真的不能成立。就是到底，就是因果它有没有接触？如果它同时产生，它就不能叫因果，对吧？就是一定是前因后果，同时怎么会叫前因后果？可是如果他们是没有接触的话，它又怎么样产生联系呢？哦，诸如此类，就会发现真的在微观当中没有办法成为因果的。所以这个就没有生，当然也就不会有灭了。然后不垢不净呢，它是从本体的角度来说的，因为无始以来，任何的物质啊、精神啊，它从来就没有存在过，所以没有存在过，当然是从我们凡夫的语言当中去这么表达的啦。所以不管你我们现在所谓的烦恼，还是罪业，还是所有的染污。其实，在圣意的角度来说，本体的角度来说，也不是，也没有存在，所以叫不垢。
但是既然没有了烦恼，他又做没有什么干净呢？也没有什么清净呢？所以这个六祖慧能所写的这个"菩提本无树，明心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哦，其实他是从这种不垢不净的角度来说的，就是他既然没有什么存在，那哪来的污垢呢？既然没有污垢，又哪来的清净呢？又怎么样去惹尘埃呢？哦，所以这个是本体的角度来讲的。不增不减啊，这个是指功德的角度来说的哦。功德不会增长，罪业也不会减少。从道地，我们讲或者说积道果，大家买的积道果的这个道德角度来说，是会有增有减的哦。就是从世俗或者是凡夫的角度来讲，通过学佛啊、修行啊，乃至成长啊，会增长了很多功德。然后增长功德的同时，罪业也会减少。所以我之前在有一些其他的课的上面也讲过，实际上，布施或者是供养，它更多的不是因为你布施了、供养了之后，从外在给予你一个功德，实际上不是的，而是因为你布施跟供养了之后，你舍掉了一些执着，你舍去掉了，比方说你对钱的执着，然后你供养了之后，舍掉了对这个物质的执着，然后呢，你舍一分就会得一分，因为我们都知道，在佛性上面。有很多的垢染啊，当然这个垢染是从世俗角度来说，不是从前面那个不增不垢不净角度来讲，是从世俗角度来讲。那么这个时候呢，当我们能够放下一点执着的时候，我们的佛性就能够更多的流露出一些。所以它功德是不是增长出来的，而是自然而然流露出来的。就好像你外面有太阳，对吧？但是乌云太浓的时候，太阳阳光就少一点，然后乌云减少一点，变白云的时候，阳光就亮一点；等到云都没有的时候，就更亮一点。这个就是在这边讲的。其实功德从来没有增长，也没有减少，所以叫不增不减。当然，这个是从究竟实相的角度来讲的，在幻觉当中，或者在我们的世俗谛当中，哦，就是凡夫的境界里面是有增有减的。就是现在大家应该可以感觉到吧，就是修行的状态，就是那个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然后走三步退两步。不断的增，不断的减嘛，哦，然后减完了之后还能够增还不错，有的人减完了之后就彻底就啊，这个像很多修金刚巧的，就断了一次、两次、三次，然后就彻底就没办法再修起来了，就是彻底就断掉，成一种只有减没有增的也有。但不管怎么样，一定是会变化性的，因为这个是有漏的，在我们世俗法当中、世俗谛当中是有漏的。那么不增不减这个部分啊，是所有的佛教在究竟实相角度来都是承认的。其实包括我们后面会提到的他空哦，觉朗派这个他空中观，他们很大的一个原因，或者说他们很大一个立足点就在这里，就是功德不增不减。所以你从大圆满所谓的积道果的角度来说，他们认为积跟果是没有差异的，就是果当然就是成佛嘛，哦，究竟最究竟的佛果。但他们认为积的时候也是佛，最主要的理由跟原因，他们提出来就是因为不增不减。如果你说积的时候不是佛，积的时候是一种假设哈，我们说的一种混沌的，或者说没有分世俗跟轮回跟涅槃的一种状态假设，然后等到佛的时候才变成佛的话，那么他们认为这个有一个很大的漏洞，就是在于你的功德有增有减。怎么可能一开始不是佛，后来变成佛呢？所以从他空中观的角度来讲，他们就认为积道果功德不增不减，所以积的时候就已经是佛了。当然，这个会产生另外一个问题，另外一个也是一个很大的漏洞，就是如果他积的时候就已经是佛了，那为什么佛还会轮回，对吧？就如果他积的时候，就我们大圆满的一个企业文叫一积二道二果。一个机，然后二道就是一个这个解脱道是轮回道也好，就是分成两个，然后会出现两种结果。那这样的话，等于是佛这个最原始的佛，后面会产生这个众生，然后会产生佛，会变成这样子的一种问题。所以在这个上面是有很大的争议的。但是的确，他公正观觉朗派在这点上面是比较偏向于所谓的不增不减哦，所以功德没有增减，所以他们认为一开始机的时候就是佛，这个是有的。好，然后呢，这个八种甚深道讲完之后呢，我想附带说明一下，
麻烦 PPT 下一页，就是，有的人可能也可能听过，就是所谓的，远离四边八系，就什么叫四边八系哦，就是四个边然后八种系论，我这边提到的如不生不灭不来不去不长不断不移不异这个就是。八系，把它分成八个的话，所谓的系论的意思就是指他造作的，或者说是对，分别出来的分别出来的造作出来的这一种。那么四边不生不灭，两个合在一起的话就算一边没有来就没有去嘛，所以这个算一边。然后没有长就没有断嘛，长跟断是相对存在的，所以这个也算一边。一跟一也是，一边，所以四边跟八系其实基本上它是一个意思哦，只是它是看它是合起来说还是分开来讲的。而在无垢光尊者的有最著名的三修齐论，它有七宝方论跟三修齐论哦，这个都是很有名的。在其中三修齐论里面的虚幻修习，它其实主要就是在讲这个，它就在讲生缘二次第的无二的幻化八蕴的这种修法哦。然后所以三修齐论当中，虚幻修习，因为他就是在讲这种幻化八蕴跟他的修法，所以它是心部大圆满心部主要的一个法要。而禅定修习呢，它主要是在讲大圆满的窍诀，就是讲这个气脉明点跟他的修法，所以它是内法界部的一个法要。然后心性修习呢，它是从出离心一直讲到大圆满的，所以到此地，所以。一般来讲，这三修理当中更出名的就是心性修习论，它是属于窍诀部的法要。所以，我们都知道大圆满分成心部、戒部、口诀部也叫窍诀部。那么，无垢光尊者针对这三部然后所以依次解了这三个修习论虚幻修习、禅定修习跟心性修习。那所以，如果你要从世俗的角度去理解这个幻化八蕴的话基本上要配合他的这个虚幻修习论。这个是很有意义的，或者说，我觉得这个对修空性，我们刚刚前面讲的，就是在现实生活中、日常生活中，怎么样去结合来观修或者是修法，其实是挺有意义的。他这个呢，就把八蕴八种比喻，就是我这边提到的，如梦、如幻、如眼花有的翻译成那个眼华，就是中华民国那个华，或者说对华人的那个华。然后如阳焰，如水月，如鼓响，如钱达婆城，钱达婆城也叫做海市蜃楼，还有如变化，这八个比喻来配合我们前面讲的这个八个系论，它是用配合这样子的方式来介绍的。那我当然没有时间去解释这个虚幻修习但是我觉得可以让大家了解一下，如果有机会的话，大家可以去深入的去看那个书，怎么？为什么如梦配合不是无声哦？或者叫不声？我这边是用部字啦，有的地方翻译成是无字都可以。这个地方就先不讨论不跟无的问题。梦中的镜像其实从来没有产生过，所以诸法如梦是说的就是诸法不生的意思，它的本体就是没有生。举例来说，有的人会问轮回从哪边开始的？就是我们都认为轮回有一个尽头。轮回的尽头就是，成佛，对吧？你成佛了之后，这个就不再轮回了嘛。然后轮回的尽头，所以在我们凡夫有二元观念的情况之下，我们就会认为，它既然有一个终，就必须要有一个始，有始有终嘛。它会有一个相对应的这种概念，所以很多人就会开始追问：那么到底它的开始是什么？从哪边开始？众生从哪边？如果是显教，一般来说，我以前也问过这个看部门。一般显教回答就是无明，从无明开始。这个我们后面也会提到，《心经》当中也提到了这个无明，亦无无明尽，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就是他讲十二因缘，十二因缘第一个就是讲无明。所以，因为显教的说法基本上只会停留在无明，就是所有的众生轮回就是从无明而来的。而这个讲法很抽象我现在问你什么样开始，你跟我讲从无明开始的这个观念，好像有点答非所问的感觉。那如果我们用另外一个比喻来说的话，
其实就是无始，因为你每天晚上在做梦，或者说我们做梦的时候，我们只会发现我们开始做梦了，但是你会记得你什么时候开始的吗？你会有一种，哎，我现在在做梦，但是你其实从来都想不起来你是怎么样开始入梦的，或是有什么产生梦的。因为梦本身就没有产生过，所以它并没有什么产生，没有就没有生这个问题。所以从这个我们讲圣依地的角度来讲，因为就是轮回根本就诸法如梦嘛，轮回也是梦嘛，所以他就没有开始众生。从佛的角度来说，为什么他没有办法去讲众生从来没开始？因为他认为就没有众生啊，众生就是现在在睡觉啊，在做梦一样，就是他根本就没有嘛，没有怎么会有生呢？没有生怎么会有开始呢？就是你有产生才会有开头嘛，对吧？他就没有生过，怎么会有开头呢？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他就是无生。然后第二个如幻。如幻的意思就是它也不会有什么消失的时候，一般来说就是指幻术啦。我们在印度也好，或者说一些说法里面，就是当它有一些神通法力，或者说借由一些石块啊、石头啊，然后点睛剂啊，或者是一些东西，然后它就会出现一定的幻象。而这个幻象呢，它其实没有什么，它就是一个幻象嘛，它也没有什么灭掉的，没有什么消失的，因为它根本就不存在。对，就没有存在嘛，所以它哪有什么这个生灭呢？哦，就是用幻来比喻。如眼花是什么？就是我们讲的，比方说，我有飞蚊症啊，或者说我用眼睛去按压啊，用手去按压我的眼睛，然后按压久了之后，我再睁开的时候眼冒金星，然后看到天上的满天星星啊，实际上没有，对吧？这个景象呢是根本就不存在的，但是我眼睛花了，毛花眼或者是这个白内障还是飞蚊症的时候。然后你就会出现从来不存在过的这个蚊子啊，还是那个柳絮啊，还是这个毛发啊等等之类的东西。那所以它从来为什么叫不来，就是根本就没有来过，没有一片柳絮或者是一个毛发飘过来，但是我按一下眼睛然后就会出现了，因为我自己眼睛花了。所以基本上正常的人眼跟正常的 眼睛正常的情况下是看不到的，但是在特定的情况之下就好像它会出现，但这种出现我们都知道它是假象，不会因为我眼睛按一按然后揉一揉眼睛，然后 眼冒金星的时候眼上 我看到星星，所以我就证明这个星星白天出现了，不会嘛，我们都知道它根本星星就没有来啊，时间都没到嘛，所以这个叫不来。然后如阳焰的意思就是反正台湾这边是应该可以，现在已经过了，七八月的时候很可怕，就是那个柏油路，柏油路上这个大中午的太阳一晒，然后晒到那个地那个马路都那个有一种热气腾腾，那个蒸汽，然后好像就好像有东西在飘动，那个水在流动还是什么的，那走近一看实际上没有了，这根本就没有水也没有什么，它就是阳焰，就是包括沙漠呀，或者是这种柏油路啊，当它高温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这种地表地面会出现这样子的这种幻象。那指的就是这个诸法的显现，就像这个阳焰的这种水，它看起来像水波一样，这个波纹一样，你不观察的时候呢好像是存在的，可是你仔细一看走近了什么都没有，所以好像这个水流掉了，是有流掉吗？没有，所以它的诸法其实也是无趣的，没有去过什么地方。然后如水月，这个应该比较容易懂啊，水月就是水中月亮的倒影，对吧？水中虽然没有少许的一点点月亮的分子微尘都不存在，可是呢当它有月亮中间没有任何的时候它就会出现，而你在上面画一下水波，好像这个月亮就，或者是把这个水弄乱的时候这个月亮就没有了，可是你只要停下来它就出现，就是无断，就它会不断不断的显现，只要这个因缘成立的情况之下，只要你没有月亮没有被乌云挡住没有怎么样的话，你不管怎么样把那个水波纹波掉它都还是会存在的，所以这个就是不断，它的用这个来比喻。然后呢鼓响就是空鼓回响，都知道就是回声啊，三鼓的回音，它叫做不常，或者说
回音它不会一直存在的，就是你现在有声音，然后它有一个回音，回音完了之后慢慢就消失了，它那个波动振频不在的时候就会消失了，所以它并不可能一直的不断的永恒不灭的一直响，那这样就完蛋了。因为每一个人去那边说一句话之后，然后这个鼓声一直响个千百年万年的，那个这个鼓应该就是被那个吵死人的这样子，所以呢它是不长的啊，鼓响就是不很长的意思。钱达伯城哦，也叫做海市蜃楼。一般而言，就是在这边一般的特定的地理环境才会出现哦，沙漠比较出现。然后也是因为这个热气也好，这个温度的，然后还有空气的密度不一样，然后光的折射等等，会出现景象啊，投影。然后别的地方的影像在这边就会出现。实际上，古代叫做钱达伯海市蜃楼，现在就是直播嘛。现在就是我现在看不到美国的人，或者说我现在看不到在新西兰那个地方怎么样，但是有个直播你就会看那个景象。但是我从这个手机上面，实际上一点点，或者是一点新西兰的围城都是不存在的，对吧？但是它就是可以产生这样子的一种投影跟投射哦。那这个讲就是那个海市蜃楼哦。那所以这个地方呢叫做什么呢？不易，就是。有意的话呢，就是不一样的景象。可是实际上，如果我开了直播，我开了这个，就当时当下，当然可能会有一点点那个，按照现在科学来讲，会有一点点秒差。但不管怎么样呢，就是会完完全全的在那边只要没有修过 P 图或者是那个特殊处理的情况之下，它就会成完整的出现嘛。钱达伯城的话，就是海市蜃楼的话，基本上是不会没办法有什么科技处理了，所以基本上。你看到的那个海市蜃楼景象，一定是在地球的某个地方真的有那样子正在发生的，然后只是因为有一些时间误差是有可能的，但是会出现哦，这个叫不一。那么不一呢，是指那个变化，就是我们多法它是由不同的习气所变化产生的哦，比方说。贪欲的习气，然后变化的可爱的人啊、事啊、物啊，你贪恋的东西，然后嗔恨的习气呢，它也会变化成你那讨厌的怨敌啊、不好的事物等等哦，两者是不可能是一体的，所以你会看到一个人，一个喜欢的或者是亲近的一个爱人，然后慢慢变成一个最讨厌的人哦，然后本来是一个仇敌，然后慢慢相处，觉得他也没那么好，然后最后变成非常好的这个。partner 或者是非常好的伙伴嘛，朋友都有可能的，所以这个就是指诸法哦是变化性的，它不一哦，不是永恒不变的一个一体啊。那么这个在龙树菩萨的中论当中，也叫中观根本会论啊，里面就提到不生亦不灭，不长亦不断，不一亦不异啊，不来亦不去，能说是因缘，善灭诸系论，我即守礼佛，就是指。这个啊，这个叫做八系哦，也叫四边八系。化八运，如果我们认为它只是一种幻术，而五运是另外一种法的话，你认为幻术跟五运它是分离的、分割的两个不一样的法的话，这个是不合理的。我们在讲的时候，虽然它指的是比喻，我们只是因为没有办法，不得不用一个相同的词来表达而已。实际上呢？大家要理解，他们是无二无别的哦，它不是比喻，它就是就不是说它是类似哦，不是类似，它就是。所以你如果可以借由这样子的修行去理解，或者说在坐下的时候，以前这个净莲同修法王哦，他也说过，不管你在白天做什么的时候，你都把它想成是一个梦，就是我现在在做。的事情的当下，你把它套入一种你晚上在做梦的那种感觉。我现在在梦里面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那如果或者说你喜欢玩游戏的人，或者说你们看过那个什么失控玩家啊，或者是这个什么盗梦空间那种，还是那个盗梦空间讲的是梦了，然后失控玩家或者是叫黑客帝国那个讲的是游戏。对，如果喜欢玩游戏的人，你就想我现在正在说话，在上课。其实我现在是在某一个元宇宙里面，我是投影进来的，然后去感受这个所有的一切，然后这样子的时候呢，你就会觉得好像有点抽离的感觉，你就会觉得好像这个现实的世界并没有那么的真实啊。那么借由这样子的法
在休息或者是这样子一种串起，可以淡化我们对现实的很多比较强烈的执着。这个是平常就要练的，如果你平常没有练，只是临时抱佛脚了才去练的话，是有点难度的。但是如果你这样子练习串起久了之后，你真的有一天遇到一个比较大的事件，比较紧急的事件，你会有自然而然的会有那种抽离感出来，你就不会那么的执着跟那么的投入，然后所以这样子的情况之下呢，你相对的烦恼跟那种情绪也就会比较少，也就比较不会陷入这种情景当中。这个所以这个幻化八蕴呢，它实际上是有一些类似的修法哦。这个当然更衍生来讲，就可能是要练习那个梦与邪等等之类的。好，然后PPT 麻烦下一页。我要讲的就是前面呢，虽然我这个地方哦，这个幻化八蕴的时候用的是不生不灭、不来不去、不长不断、不依不异哦。但如果你们有可能在不是这个哦，对，上一页这个，你们在这个真正的虚幻修习论里面，你们可能会看到的是无哦，他会提到的是什么无来无去哦，无生不灭、无来无去、无断无异等等之类的，包括我们的心经，我这边列举的就是心经的几个版本哦。当然我们众所周知的那个玄奘法师的心经就不用说了，我们之前讲过，它是指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然后这边呢有几个版本的，包括这个鸠摩罗什翻译的，它也是一样的，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但是呢有另外一个在这个念什么呢，敦煌石窟十四本啊，反正这个版本里面的这个法尘义师他所翻译的这个版本，他是翻译成无相、无生、无灭、无垢、无净、无增、无减。然后另外一个版本也有翻译成这个无的哦。那么有的人会讲，哎，堪布你在讲什么？无跟不不是同一个意思吗？反正都是一个否定词嘛。你不管在讲这个，否定词这个部分当然是就是基本上只要是二转法轮的，他就是用一种否定的方式在跟众生跟弟子去介绍实相的。在三转法轮的时候，他是用一种肯定的方式再去介绍实相啊。但是在二转法轮当中，他就出现了这个无跟不。在藏传佛教里面，这是一个辩论的议题啊，就是我们叫做无遮跟非遮的问题。所谓的无遮，麻烦 PPT 放下一页。所谓的无遮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对，这一页，他在破除一法的时候，不会间接的引出另外一个法。比方说，我在这边讲，我桌子前面没有杯子、无瓶或者是无柱。我在讲没有杯子或没有瓶子的时候，它单纯的只是没有而已，它并不会引申出哦，所以柱子不存在的关系，所以它瓶子存在，你不会这么想，对？它只是柱子跟瓶子又没有什么关系呢？没有什么逻辑关系，没有任何的因果关系，所以我不能因为我前面没有一个柱子，然后我就证明，所以它有一个瓶子，对吧？所以它破除任何一个法的时候，它不会引申出其他的，不会带出另外一个法的，这个一般称之为我们叫无遮哦，就是用否定词当中这个无字来讲的时候。所以在讲无我的时候，其实它就是属于无遮啊，就是无我就没有我了，所以它就会变成单空的那种。我们前面讲过的，很多人会堕入单空，就是因为它只是空掉了我，然后它不会引申出另外一个东西哦，无我，所以有你有他，不会，我们不会有这样子的。为什么没有我就不一定会有你，对吧？所以没有这个关系。而非遮就不一样了。非遮它的否定词用不或者叫非啊，非就跟不一个是文言文，一个是白话文嘛，应该是这么讲。意思就是说，当我前面讲这个不是杯子的时候，你会冒出另外一个问号，那所以它是什么？所以它是瓶子吗？不是杯子，那是什么？它会因为不是杯子而引出另外一个法，所以这个叫做非遮。在这个上面，它的用词就不叫做无我，而叫做非我。
实际上呢，二转法轮比较多在谈无我，而真正的三转法轮，他谈的就是非我。所以非我的意思就是，我并不是你们现在五蕴所聚合而理解的这样子的一个我。我们会认为会非我，所以非我它是什么呢？是这个我是什么呢？它会要后面会有一个要表达的东西，就不是你现在凡夫所理解的这个我，但实际上它有另外一个的存在。所以如来藏以能取所取空，意思就是会引申出如来藏本身不空。那么从字这个就会产生了什么呢？就是产生了藏传佛教的各个大教派的很多的辩论。以前宗喀巴大师他在噶丹这个地方他建立了一个寺院。我们知道这个三大黄教格鲁巴优大师有三个是在西藏卫藏的一个地区的，哲蚌寺、色拉寺，还有就是甘丹寺，甘丹这个地方。后来呢这个派也称之为大家所熟知的格鲁派，不是噶丹派甘丹不是噶丹，不是噶丹噶丹的话是那个阿底峡尊者跟种东巴大师他们师徒过来创建的。好，那么所以字面来看，我们会就是大部分的方向来讲的话，会理解就是什么，就是格鲁派主要强调的是无遮，然后觉朗派为主的宗派呢，主要强调的是非遮。当然所谓的无遮跟非遮它其实也是有这个了义不了义就近不就近的这个观点的。麻烦这个 PPT 下一页。所以无遮一般会指自空，是以格鲁派为主的。非遮一般会指他空，是以觉朗派为主。我当然等一下后面会解释一下所谓的为主的意思就是只是大部分大概率而已，不绝对。那么自空的意思就是他自己空掉了，他无了嘛，我没有了，无我了，所以他我自己空掉，就这样子。而非遮的意思就是非我，不是我，所以那么我是什么呢？他会引申出另外一个东西了。这个主要是他空派的观点，所以有的格鲁派嘲笑这个觉朗派说他们叫他空自不空，就是自己那个我不空，这个是一种嘲笑嘲讽式说，并不是觉朗派真正的观点。我要强调觉朗派其实不是这么简单的理解的。那么如果再细分的话，它可以再分成暂时的自空跟究竟的自空。比方说宗喀巴大师他为了度化某一类的根基的众生，所以他在一些我们叫入中论他的解释里面，还有这个中观根本归论的一个解释叫李正台，还有变了不了义等等的论点当中，他暂时的将不究竟的这种无遮他作为自宗的观点，也就是属于那种单空的部分。所以包括他的几个高徒提着解大师跟加萨解大师在他论点当中也暂时的抉择这种，就抉择就是说他们主张这一种观点的。但是一般来讲宗喀巴大师他最究竟的观点并不是这个样子。这个在其他显宗的方面，包括性观庄严论还有他给一个兰达瓦大师的一个书信当中讲得很清楚。他在尤其是包括密乘的观点当中，跟莲师的这个甘露妙药的当中其实观点基本上是很相近的。所以暂时的无遮呢，并不是宗喀巴大师就最就近的观点，他只是度化了某一个众生而这么讲的单空。单空就是指那种暂时的自空也好，就暂时的无遮，不是就近的他我们刚刚前面讲过的单空的那一种。所以宗喀巴大师传承历史当中，比方说张家国师还有这个共堂江边养大师他们的共堂江边顿面他们的所著作的几个论著当中提到的观点，他们都认为是他们着重抉择的就近的自空。那么非遮的话呢，大部分觉朗派的多罗那大师的观点在其著作当中在其他们的著作当中他们的论著里面会暂时抉择如来藏不空。
但是呢，有一些个别的高僧大德，他不理解他究竟的意思，他们会认为如来藏不空，而是如来藏之上面的，就如来藏基础之上会有能取所取的二种法，比方说世俗法，有或者是能取二取啊，只要有能所分别的这种，他们认为这个空。所以我刚刚前面讲的以能取所取空的意思，就是在如来藏性本身上的，他这个如来藏没有能所二取的分别，肯定没有分别，如来藏是佛性，佛性如果有能所二取的分别，它就不够圆满跟究竟。但是在这个之上，我们众生没有 明白或者是没有悟到如来藏而产生的能所二取的分别，他认为这些是空的，所以这个不管怎么样啊，这个无遮或者是非遮，或者说这个自空跟他空的这些辩论啊，实际上不是只有这个名相当然是藏传佛教后面加上去的，但实际上在印度的时候就已经存在这样子的观点跟这样子的论述了。所以印度的这个大师们，他们本身来讲的话，就是有分成这样子的两类型，两个不同的主张。所以其实等一下后面会再讲，就是如来藏不空，它只是暂时这样觉得，就是佛性或者是如来藏性，它并不是分别念的对境，就是你分别念的话，它就会有能所二取，而这个并不是能所二取，我们凡夫的能所二取的这种分别是证悟不了如来藏的，所以他要证明的是说他空，他不是分别念的境界，所以这个也是有他究竟的道理的。所以不止觉囊派正建立这种观点，萨迦派里面的这个香丘玛大师、噶举派的第七世噶玛巴前的，他们也都承认这个他空。尼玛派当中呢，罗西玛大师还有这个米珠林的那个门囊罗扎瓦，就是我们叫米珠林的这个翻译大师，他也是秉持的他空的观点。实际上暂时的他空，我这边讲暂时的他空，如果更广义的来说的话，小乘的有部、经部，包括大乘的唯识，这些都是属于不究竟的暂时的他空。为什么？就是他们都有一个不空的东西嘛。我前面讲过了，就像有部当中，他就会承认这个无方分唯尘之实有，就一切东西都空掉，外境所有的一切唯尘都空掉之后，他会有一个不空的即唯尘，或者叫无方分唯尘，对吧？这个就是不空，所以你可以理解成就是他空，然后唯尘即唯尘不空，就是这个也是一种另类的他空嘛。然后包括什么呢？外道，印度外道当中有一些在讲这个恒常存在的，它有一个大自在的我，或者叫主我，他们会有一种这样子一个说法。然后他们认为这个是永时永恒都不会空的，当然这个是一种最低劣的一种他空。不管怎么样，这个都是暂时的，就是不究竟的，所以暂时的他空也不只是我们说的这个佛教当中，包括其他外道也有，但这个都是不究竟的。但究竟的他空基本上我们承认就只有佛教当中有的，而且呢主要就是三转法轮的时候，我刚刚前面讲过一半，就是二转法轮它着重宣讲的就是自空的部分，包括我们这次在讲的心经、般若经典，它都是属于着重在讲这个部分。而三转法轮的时候，它主要抉择如来藏的时候呢，他当然最后觉得也是远离一切细论，但他远离一切细论完了之后，他并不是说一切就没有，一切就是我们凡夫所认为的理解的那种就是空掉什么都没有了，他更多的是用肯定的方式来建立这一种大圆满或是究竟的这种如来藏的实相的这种境界。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后面的东西还有很多，可能下一堂课开始我们就会着重的去介绍一下自空跟他空还有这两个的差别。我必须要说，就是我对这两个其实 我相信大部分的人理解的自空会比较多一点，尤其是在讲中观的时候基本上都在讲这个。但是呢，因为觉囊派他的这个法很殊胜，龙须发大师究竟的观点其实也是这个样子，尼玛派也是承认的，而且宝上师在这个方面呢也是有特别的一些
包括他讲的老性论哦，还有很多方面呢，特别的强调这个阿空，所以我会在后面的一两堂课吧，我会稍微介绍一下，我只能说介绍，我自己真的也没有理解，有一些东西现在有些就像我前面讲的那个观念会有些漏洞的地方，现在也没办法自圆其说，但是呢，我会把这些各个的差异哦，跟一些这个他们基础的论点哦，跟大家做一个介绍。那么今天呢，因为这个时间的关系，我们这一堂课就先讲到这边。那麻烦放一下会床师念的这个最后的回响了。圆正的偏执，强迫烦恼，约定之孤患，生老病死，汹涌之波涛，愿度众生，解脱轮回。法教本愿上师莲珠文，持教师父遍满诸大地，佛教施主权威福德尊，佛教永恒长久，愿吉祥本传上师加持卢玉行，本尊舍受获得众悉地恭敬护法，如音响伴随。所与人云成就圆吉祥，文尊的法身智慧解脱即金融，愿现慈悲分。
阿弥陀佛，感恩大家，我们下周二再见，拜拜。